跟钱无相见，无相见。我们将不可能的不好的任何样子。你要录下这张单，我没想见。你要录下这张。逃跑了是吧？外国人，我洗脑了。因为外地小伙，就是因为坐过站了，要下车，司机师傅给他耐心的解释，到下一站靠边进站让他下车，他等不及，又是发火，又是摔水，又是打司机，在警察到来之前，他夺窗而逃，从那个窗户跳出去逃跑了。